我们看这题目，这已知 A 向量、B 向量和 C 向量，若这三个向量两两垂直，求时速 K 之值。那么我们根据这已知条件，两向量如果互相垂直的话，这内积要为零。所以我们根据这已知条件，我们可以得到 A 向量与 B 向量的内积是等于零， B 向量与 C 向量的内积是等于零，那 C 向量与 A 向量的内积是等于零，我们得到这三个式子。那么两向量的内积呢，是 X 分量相乘加 Y 分量相乘加 Z 分量相乘，所以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三个式子。那么去括号经过整理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是 K 平方减 K 减6等于0，一个是 K 平方加 3K 加2等于0，一个是 K 平方加 2K 等于0。那么根据这三个式子，我们可以分别算出，这是第一个式子是 K 加2乘以 K 减3等于0，第二个式子是 K 加1乘以 K 加2等于0，第三个式子是 K 乘以 K 加2等于0。因此呢，我们分别算出，第一个是 K 等于负2或 3， 第二个是 K 等于负1或负 2， 第三个是 K 等于0或负 2。那么我们三个式子都要同时成立，所以呢，共同有的是 K 等于负2。这个答案，于是我们回答 K 是等于负2。这个答案，所以我们这里回答，这答案是负2。这个答案。